冲啊！Zone A. You lost Zone C. Jonathan is still. You captured Zone C. Let me see you see. We're going to see you see.好、哦、不算了算了，不追了。你刚刚安装了什么游戏？荣耀战魂吗？我觉得不用上去，上面已经有人了。啊！哦，太好太好太好！哎，点。提示：开枪有僵尸，不晓得。你好厉害哦！你没有看到我刚刚死得很凄惨。You captured Zone A。哎，这可以回血回血。等一下，我都快死了。先不要冲。You lost Zone C。快小兵，等一下，这怎么会有人？ Mate, you lost zone A. 糟糕，我没力了。A 点 A 点，啊！撑住撑住！啊 ！A 点 A 点。把 A 点抢回来再说。You captured Zone A. 小兵，请小兵！我等一下没你了，不行，我等一下。他还跑回来！我是不是被砍了？糟糕！哎呀，
可惜，本人不错，还戳他屁屁。大饼哎，你来了。You lost Zone A.我要去把 A 点抢回来。Zone A. This has one to kill two teammates.哇哇哇哇！看你玩还挺刺激的，有无双技吗？应该是没有无双技。我是觉得很多技能一打一的时候可以那个，多的时候反而变成就是只能乱按一通。闪光他们，闪光他们，各位，闪光他们。上楼梯，上楼梯，别跑！哇，他们都在这哎！不不不不不！不，他们就这样让我冲上来，我哦！再怎么看前面的敌人就够不到后面，因为眼睛挡在前面啊，这很合理好吗？光就赢了，三光就赢了。You capture Zone C. 结果我在这边杀小兵。回旋斩就会把所有的体力用光的样子。来对付最后一位。别跑啊！耶！赢了，赢了！有处决技。就是他快死的时候按下那个三角形就可以处决。其实现在的长城跟高速公路一样直吧，或许吧，我都直接冲出去打就对了。这种有点困难，千鸟飞尾哦。
冲啊，那个根本就是超级大陷阱。哇，这次好像很厉害耶，进步很多。